而且我觉得他有些剧情很废话，因为一般来说玩家们应该不会去看那些剧情吧？你们会停下来看那些剧情吗？会吗？是我要解到什么时候？我要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这些很智障的任务啊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这些智障任务？告诉我，救命！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广大手机玩家们，你们真的会觉得说这种游戏很好玩吗？很多人都说啊，没有啊，现在手游都还蛮不错的啊。你们真心觉得这种手游很不错吗？他一进刚进游戏嘛，就一大堆非常低能的新手任务，然后一大堆要你氪金的提示。你看左上角一个氪金提示，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氪金提示，然后那个你的头上又有一个什么 VIP 巴巴巴氪金提示。所以你们真的会觉得这种游戏很好玩？卖关啊！要不然这些就是你的报酬，以后请多多来干。谁想要我他妈今天玩完之后我就不会玩了啊！不要送我坐骑，坐骑副本有坐骑吗？好无聊、哦。等一下，我想站着给他们打。让我打。快点打我！你们这群废物，靠，给我宠物打就好。来打我，打我，用力打我，打我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一滴一滴一滴，用力，用力，快点啊！爆脚现在，爆脚现在没几滴耶，快点啊！就这样、啊。哦天啊！我真的觉得说，为什么会有人浪费时间？这我虽然说我自己现在也在玩啊，但是我可能今天玩完之后我就不会再玩了。然后你们。我真的很不懂，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一大堆时间在这种奇怪的游戏上面？不要说奇怪，应该说很烂的机制的游戏，烂机制的游戏在里面。哦靠北，到底还有多少任务啊？30分钟内除职，你他妈一个除职 logo 这样打在上面，妈的哎，一个除职 logo 这样打在上面。靠，摆明要钱嘛，对不对？摆明要钱啊！干北松，我就不爽厨子可不可以啊？他妈，我就不爽厨子，可以了吧？好无聊、哦，我可不可以不要玩了？我觉得啊，什么紫罗兰？我刚才听到什么紫罗兰？假兰啊，紫罗兰！这游戏说穿了，我玩到现在，他摆明就只是说啊，他打的特点就是说自动练功，然后厨子拿装备，然后就这样，就自动练功，自动打怪，自动练功，然后厨子拿装备。这游戏你们真的会觉得说，哦，我觉得这游戏好棒哦！你们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吗？你们真的会有这种，啊，受不了。然后好吧，反正就好吧，我再往上看哦，说不定后面任务没了之后，然后后。说不定解到后面任务已经没了之后，会有比较好玩的东西。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人已经开始储值了？靠呗，还有人玩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储值了？你宁可在一款啊、哦、天啊！我看到很多人好像已经开始储值了。你宁可花一大堆钱在一款手机游戏上面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然后省下来，然后去买别的，比如说买个好玩的，比如说付费游戏啊，或者是说什么电脑游戏之类的。你真的会觉得手游很好玩啊？就是有不要说手游不好玩，你会真的会觉得说，真的会觉得说这种手游很好玩吗？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点点点点点，然后一直打怪，然后反正就放给他打。然后我看到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人物，我真的觉得头好痛。而且我真的很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你们说那个艺人任龙轩，他有在代言这款游戏？他真的有花时间一直在这款游戏上面吗？找一大堆人来代言，结果那些代言的人有几个人真的把他们的一些心思，然后花在这款游戏上面？你花钱请一个有名的人来代言，结果他妈的啊，代言完之后，他们有在玩吗？他们没有在玩吗？什么首席训练家什么的，什么首席训练师？啊！广告骗太大了吧？我可以不要玩吗？哦，所以我好像刚刚看到任龙轩的代言人物就在这里哦，所以刚刚被一大堆玩家挡住就对了。挑战的头啊！
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所以现在是真人玩家吗？啊！我还不能自己动，靠北，跟别人玩家打还不能调成手动哦。三小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就等一下够，我就快受不了了。我跟别的玩家打，我还不能调成手动，我还得让他自动自己打哦。啊天啊，我快受不了了。等一下我可不可以自己打？哦，可以，让我自己打好不好？让我自己打。妈的，一键挂机游戏，你们真的会觉得很好玩哦？他妈都不用做，那你干嘛还玩游戏？玩游戏就是要手动才有意义啊！一键挂机耶！啊他妈真的是一键挂机，搞屁呀、啊！看你们怎么会这么会有人去克，真的有人去处置，真的是。钱太多就对了，妈的！您在一款游戏里面花了几千几万块，然后不那些几千几万块，你可以拿来组电脑，组一台很好的电脑，可以组一台让你玩得很爽的电脑，你知道吗？他妈的，宁可浪费钱在那边，在一些很烂的手机游戏上面，唉。然后装备都这样子随便，反正打到就随便换上去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哦？我觉得玩这个游戏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靠北是要结束了没啊？他的任务真的很烦哎、欸。完成 VIP 3的任务，荣誉点啊哈。看一下，随便挑战一个啊。等一下，让我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让我手动打可以吗？靠背，跟玩家对打也不能调成手动，干鸡歪呀！我想手动打怪也不行哦，哼。然后寻找什么银？银你妈啊！银，火影忍者看太多银啊！够，我觉得我玩到这边就好，我已经快受不了了。好，那靠北，我什么都没干嘛，然后就靠北，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然后他就会自动一直跑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他然后游戏就会自动跑那个任务提示给你，然后还这样一直催你要点什么鬼东西。啊！我再玩玩这个，他妈不好玩的话，我真我觉得关游戏了。我可以手动啊，让我手动好不好？有没有手动才好啊？对不对？哦，就这样，然后继续挑战。等级不足啊，就这样。好，其实也没玩，根本就不好玩啊。高尔，我就受够，我就受够，不要再打。OK， 反正我就玩到这里好了。我真的，如果比如说后面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东西的话，我可能再回来看一下啊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快玩不下去了。这个游戏说实在话，它广告打得天花乱坠的，然后它游戏画面其实就基本上是个 2D 游戏而已。它游戏广告啊，天花乱坠，有 3D 的啊，还有那种从别的游戏画面抄来的啊。结果它的游戏画面就是这样子，你看 2D 平面人物。然后密密麻麻一大堆字，然后要你储值氪金的 logo 一大堆。你看这个
所以这个游戏到底你们真的会觉得说这是款好游戏吗？还是说你们觉得说就算因为我就是爱玩手游，所以我要把钱都刻在这款手游上面，你们真会有这种想法吗？所以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嘛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我大概玩到这里就好，我真的不要再玩下去了。然后我也奉劝各位嘛，不要花钱在这款游戏上面了，真的不要花钱在这款游戏上面。你要花钱在这款游戏上面，你不如就是把那些钱省下来，然后看要去，比如说，把钱存起来，去组一台好一点电脑，可以玩更多好玩的游戏，或者是把那些钱存下来去做别的事情嘛。这游戏真的是不要氪金，真的不要氪金。然后奉劝各位也不要再玩下去了，好玩的游戏更多啊。那反正就该讲的都讲了，就 OK， 就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要关掉了。好，各位，拜拜。